的荔枝，犹如明镜的白玉。不像妹妹我，整日被琐事烦着，眼看就要人老珠黄，香消玉殒了。这是哪阵风把李大总管吹来了？我看你这白白胖胖的样子，也不像要香消玉殒啊。哎呀，这是回光返照了。别说我了，惜春姐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次来花满楼的时候，就深深地被你深邃的、明媚的眼神给吸引了。说重点，说重点好吗？爽快。我就是想说，我想改变花满楼的管理策略。你该不会让我们卷铺盖走人，然后再招一批新姑娘吧？哎呀，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赶你们走呢？就算天塌下来也不可能啊。我是想请你负责我们花满楼的团队管理。团队管理，所谓团队管理呢，就是整合，比如把爱吹牛的夏莲还有太老实的吴小二放在一起，这样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那秋玉呢？你见到秋玉，你就要使劲拼命的夸她呀。哎呀，秋玉，你今天又换胭脂了，好香啊，就像春天里的花园，清香扑鼻。捡她爱听的说，准高兴。可是她很节约的，从来都不买胭脂水粉，我的还老被她拿去用呢。啊，哎呀，姐姐，我是打个比方，那你就夸她身材好呀，说她皮肤好呀，绝对没错。她最近胖了10斤。10斤？哎，不如这样吧，咱们把秋玉和赵琵琶放在一起，这几天我看他们天天眉来眼去的，肯定有猫腻，说不定还能好好利用一下。嗯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团队管理就是要让男女都不闲着，发挥姑娘们的美貌优势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是这样吗？聪明，绝顶聪明，不愧是惜春姐姐。哦，行，我都懂了。好，那姐姐你就记住我的话，好好的搞好管理。我接下来去忙我的了。好嘞。细节，信任。夏莲姐姐这几日辛苦了，花满楼上上下下都很协调。莫愁妹妹今日是过来嘲笑我的吧？你是想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，恕不奉陪。哎，夏莲姐姐，你误会妹妹了。哎呀，你可别生气呀，大家是看你这几日辛苦了，所以让我代替你暂时管理几天。我有一个好招。我没兴趣。我可听说有一个地方有龙脉之乡。我就知道莫愁妹妹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。说什么招我都会配合你的。我就是想把花满楼的管理方策改变一下，就像我是皇上一样。参见女王。哎呀，简而言之就是把权力分配出去，分配给你们每个人负责一个项目。比如惜春负责的是团队管理。我们不听话就用武功教训我们？哎呀，我已经跟他强调过了，武力只能对外人，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花满楼呀是一个和谐的地方。那我呢？我负责什么呢？你负责的是业务经营，就好像酒水什么时候进货呀，账目管理呀，环境与卫生啊，还有每一个姐妹的工作情况、工作态度和仪容仪表。哎，停，我怎么越听越复杂呀？那当然，我是花满楼掌柜的，那你就是二当家，整个花满楼啊你说了算。哦，我只负责在楼上观看全局，别的整个由你说了算。那我自己需要做什么事儿吗？比如端茶倒水之类。李总管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啊，进来。你呀，当然就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啦，你只需要负责管理就行了。我有空的时候呢，也会给客人弹上几首古曲，但是我空的时候应该不多。李总管，今天你在楼梯间叫我的时候，
我还以为是在做梦呢，我衣服都没有穿。什么？你居然裸睡，色胆包天呢！看来是该找个人好好治治你了。我只是上身没有穿衣服而已。啊，正好我正在任命夏莲负责业务管理的工作，顺便也给你也简单培训一下。你作为一个专业跑堂的，千万不要看不起自己，别拿跑堂的不当干。跑堂的地位太重要了，跑堂的最高境界是不用脚多走路。那是用手走路喽？笨呐，用嘴，嘴要甜，甜到客人心眼儿里。那客人要是迷恋我怎么办呢？我又不会拒绝。夏莲，赶紧拿个镜子给他照照啊！哦，对于你的外貌，我就不做过多评价了。虽然上天给了你一个宽广的臂，但是并没有给你一张灵活的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是看见客人，就给我立马铿锵有力的喊：“客官里面请！”然后把客人请进来。一般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没什么话说了。学着点儿。好嘞，我都记下了。对，好好练习哈。我先去找秋玉了哈。客官，里边请。秋玉姐姐，我的小公主啊，你美的就像一首诗。静守岁月的芬芳，绕过指尖的年轮，情深花为谁开，缘浅花为谁败，冥冥之中就注定了我们的相遇。怎么样，还记得吗？当年我们以花月为媒，清明为证，你我一结金缘，盟誓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那画面太美，我不敢回忆。李大尊光，你有何吩咐呀？哎呀，姐姐真乃神人，你气质高贵，落落大方。怕你的词儿，我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呢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不要啊，说的我心烦。你有什么事赶紧说，我还要去干活吗？活儿是永远的干不完的，咱先不着急干哈，我们先来叙叙家常。叙叙家常，难道今天放假？做梦！不过我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，你在听之前要不要深呼吸一下？不要，太浪费精力了，猜来猜去的，你直说。是这样的，我起草了一份新的管理方案，每一个姐妹都负责一个项目，而你负责的是客人的维护和保养。保养？又不是马车，还要保养？再说了，平日里不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吗？生意也挺好的，全都交给我一个人，你放心啊。哎呀，这客人的维护和保养又不是让你主动去投怀送抱，而是让你经常的与客人沟通，用你的语言魅力留住客人，让我们的花满楼多几个回头客。客人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客人如初恋。这个是不是要含情脉脉的对着他们说，哦，我好喜欢你，你太有感觉了，我们下一次再约。不行，真够可看。还有就是，你对待客人的时候要用真心去打动他们，用热情去温暖他们，用细心去感染他们。有些道理，这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。嗨，这些小伎俩，小女子手到擒来，放心吧。太棒了，那就赶紧下去干活吧。走了。来。夏莲，嘴角要上扬，要时刻保持微笑。
秋月，卖萌要自然，要不着痕迹，懂？小二，走路要稳重。这平常走路不都应该连走带跑的吗？这样效率才高嘛。咱花满楼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地方，哪能跟那些不入流的小酒馆相提并论呢？所以你走路要走得虎虎生威，要让客人看到我们连一个跑堂的都这么专业，才会成为我们的骨灰级铁杆粉丝。好，客官里边请。姐姐，你的时候到了。姐夫呀，你知道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呢，心里想你想的都长毛毛了呢。哦，是吗？来，让本官打开看一下。本官儿时学过几门医术，对相思病可是有独到的治疗方法哦。讨厌，人家害羞啦。不然这样，我给姐夫变个戏吧，好不好呀？嗯，有意思，来呀。叮叮叮叮，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本官的纹银吗？那我给你变个戏法，噔噔噔噔。真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，厉害吧？厉害，来，再给我变一个。好呀。三个人发挥各自的能力，取得了相当好的结果，店里生意逐渐好了起来。莫愁也对三姐妹赞不绝口。叮叮叮叮，看这是什么？莫愁姐姐，你果然有办法，马上让我们花满楼人情热事。嗨，像以前。我们可是门口罗雀毫不坦荡的。嗯，我回去忙了。嗯，姐夫，我以前都没发现我居然还有管理团队的天赋，还是莫愁有眼光，我对这个太有兴趣了，简直如鱼得水。这莫愁啊，确实有领导的才能，如鱼得水，你看像我们现在这样是吧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去忙去吧，今晚还看你们的成绩呢。好嘞，走。现在我宣布，今天的胜利出发啦！ Yeah! 李主管，你用心了，我们大家都觉得你的管理模式很好，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，充分发挥大家的才能，棒棒哒。但是对我们爷们儿太苛刻了，我现在睡觉都在想怎么说话，怎么走路，怎么跟客人沟通。严格才能出业绩嘛，咱们花满楼要是再不来客人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了。就是就是啊。李总管，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就回去休息了，今天太累了，现在啊舌头啊都在打断了。莫花，下面的时刻你们肯定喜欢，我要开始公布获得奖金的人员名单了。真的有奖金啊？那我看上的胭脂可以去买了。有的，老银子，今天就可以领吗？哎，我的琵琶终于可以换根琴弦了。别急别急，见者有份。吴小二，劳动有功，奖文银50两。50两 ？Yes。赵琵琶弹奏有功，奖文银40两。哦，下联，管理有方，奖励文银30两。秋玉，维护客人做的天衣无缝，奖励文银30两。哇，那我呢？你也管理有方，你也奖励文银30两。可是为什么管理人员比劳动人员奖的少呀？哎呀，要鼓励无产阶级，要鼓励穷苦人民嘛。哦，是这样吗？那。银子呢？银子呢？银子。嗯，这个嘛，等花姐回来，自然会发放给你们的，放心吧。秋玉，赶快去你左前方5米处的客人，他明显喝醉了，把他抬到房里去，别忘了收银子。我尽快。快去呀，客人维护是你的职责，小心我扣你工资啊。知道了。吴小二，能不能快一点啊？再快一点儿！客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他们要是饿了渴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夏莲，过来。
你脑子里装的是米汤还是浆糊啊？怎么又没结论？你就不能提前做计划吗？花木兰损失你担当得起吗？我现在就去发飞鸽。发什么飞鸽？自己亲自去一趟，快去！我亲自去。你不去，难道我去啊？我要做全局统领的，这里没了我一刻都不行。好吧。齐春，你眼睛是长青草了还是长蘑菇？团队管理怎么做的呀？李莫成，你能不能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？我们一帮人从早忙到晚，一刻都没闲过，工作一天能不累吗？你怎么不试试？你一天到晚干嘛了？除了喊这个就是吼那个，你真拿自己当掌柜了？这花姐回来要给你降位啊？怎么了？我当掌柜怎么了？我洗澡了还有我不累啊？我管着你们，我看着你们，我不累啊？我提议重新选举，愿意李莫愁不再继续管理的请举手。举手赞成。我受够了，我举手，我也举脚，我五体投地。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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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对他们几人的表现怎么看？各有心思。那如何解决呢？出去几日，事情已了解过半，我已有解决之策。将计就计，花满楼已是各国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如让这趟浑水更浑，让这乱更深。睡吧，明日会有惊喜。哎，听说没？据说这花满楼里面的姑娘个个都是闭月羞花啊。谁不知道啊，据说那个李莫愁还是吴越大官的女儿呢。关键是你有钱吗？没有。你爹是大官吗？平头百姓。那你还不快回去给老婆做饭，这是攒来的地吗？走走走。算好了吗？今天发现大家都到了，花姐呢？花姐回来没？花姐呢？哎，霞哥，工钱比你重要，起开。别急，惜春姐。哎，别叫姐，我有那么老吗？这要是叫妹妹嘛。惜春妹，你那么小，还是什么都别叫了啊！琵琶，哥，赵某正与琵琶私语，莫愁姑娘，抱歉。我太胖了，怕挤。没关系的，我很小的，你看。我怕挤。啊、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别救我！花姐。我出二十两。我要见莫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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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见莫愁，莫愁。各位爷，各位爷，我们花满楼可不是只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李莫愁啊！看，这是我们家惜春，这是我们家夏莲，都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嘛！客官慢走。好的，走，赏你的。好嘞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钱花的值了。啊，这个给你的。啊，你也有。哎呦，莫愁姑娘，请你见最后一位客官。安静，安静，放心，莫愁姑娘会一个个接见你们，每人一分钟，没有时间。啊，客官，里边请。来，谢谢公子。
不错。美酒配美食，豆干回味无穷。明日我再来哟。好的，明日见。明天见哟。明天见。太棒了，我今天又多赚了50两。莫愁姑娘，小二啊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赶紧翻桌，不能让客人干等着不是。小二哥辛苦了哈。这位爷看起来风光满面呢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请坐。今日都统府接到了闵王的圣旨，给都统加官进爵，我也得到了不少的赏赐。原来您是闵北都统府的人呀。不错，鄙人都统府的丁管家。奴家刚才失礼了，见过丁管家。哎，莫愁姑娘，你言重了。今日一见莫愁姑娘，果然是沉鱼落雁之容呢。丁总管您夸奖了，我只不过是天生聪慧机敏而已。果然是官家的女儿，很自信。官家的女儿，那是想当年奴家心里苦啊，还是先喝了这杯酒吧。此话怎讲？长话短说，可是说来话长呀。但说无妨，且听奴家细细道来。非常同情你爹爹，现在可以喝酒了吧？清场，来者何人？竟敢招我啊！哎呀，丁管家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今日咱花满楼让大唐太守知府给包了。保人保你，莫愁，跟着我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忆秋思悯莫愁。嗯。庭雪，你是李景说之女。嗯。向着花满楼配我处下，简直就是人间绝配嘛。好，今个你伺候好小爷我，什么金山呀，我银海给你取用。走。伙计，这事不怪莫愁，他的命太苦了。楚公子，奴家还想跟你细细道来。快走，快走！慢走。回去吧，明日还有贵客到此，去和惜春、夏莲准备一下。聊啥呢？我刚才照你教我那方法又重新做了一遍，来大伙尝尝，看着不错呀、啊。
嗯，好吃。我就不尝了，你们替我尝尝吧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油墨稠气氛真传了。可以啊。嗯，好吃。好吃吗？嗯嗯。秋雨妹妹。嗯，表姐。表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表姐，里面请。表姐，你坐。坐。衣着朴素，为人却很高调，身后还跟着一个护卫，此人不简单。不要急，这话只有你能听到。你去给我拿一坛好酒啊，拿角落里灰尘最多的那坛，18年的花满楼。好嘞，花姐玩真的。你何总，哎，快去给我炒一些好菜。哦对了，荷包蛋放醋，单面煎。哎，好嘞。啊，不要炒海鲜，我过敏。哦，表姐还有个吩咐呀。琵琶来一曲。嗯，好好好，表姐，这一曲我送你。有曲子怎么能没舞呢？你们给我跳一曲吧。啊，快快去给表姐舞一曲。好嘞，走啊莫愁。走啊莫愁。走啊。干嘛呀？哦，还有不乐意的。啊，哪里哪里。莫愁快去。这位表姐，你是何方神圣？为什么对我们花满楼的人呼来唤去？你又是何人啊？看着面生。我是何人不要紧，要紧的是你是何人。纵然你是秋玉的表姐，对我花满楼的人这般呼喝，过分了吧？有意思。人长得俊俏，嘴倒也伶俐，可别让你的嘴白瞎了你的脸。有个性，我喜欢，难得。你居然跟我喜欢同一款胭脂。这种胭脂据我所知有五种不同的颜色，水晶粉、牡丹红、水滴白、黄金亮和玫瑰紫。原来你也是这款胭脂的白金客户啊。只有白金客户才知道这些。原来你我同道中人。我已经收集了4样，现在就缺黄金亮了。你呢？你我姐妹，我这儿刚好有2盒黄金亮。掌柜，快去给这位妹妹拿来。姐姐，我叫李莫愁。好妹妹。真是喇叭唢呐，曲儿小腔大，官船来往乱如麻，全仗你抬身价呀。小二来了，叫何总弄一碗卤素肉面过来，顺便带一碟我亲手做的豆干。好嘞。花姐，
那个花满楼今天的卫生就让西生和夏莲去做吧，我屋里还有一堆衣服没洗呢。好。哎，赵琵琶呢？赵琵琶。对，昨日听赵琵琶一曲，实在是目明耳亮。赵琵琶。哎，琵琶，今日可否再来一曲？禀告王妃，明夜午时，闽南守卫将来花满楼，所有一切已准备妥当。莫愁妹妹，今日你与我一起去逛街如何啊？哦，好啊。这表姐为何和闽南守卫还有关联？莫非这表姐是位达官贵人？